什么放开我的手，我不是你想的那么放纵，可能你需要一些提示才懂，怎么做怎么说才能把我给追到手。如果你以为送我衣服就够，我建议你到街上走一走，随便挑个女孩可能你会成功。如果想接近我，最好付出更多。别对我说爱我很多，我听太多，快点把这钥匙交给我，我许下的承诺如果没实现你就当我没说过。用真心就够，表情再认真都不会感动。如今这个年代靠真心是不够，搞得最